接下来介绍背后十一号连三。Hey son, this is your dad. Good luck on your next chapter, your journey. Just do what you've been taught and be yourself. Hi Diamond, this is your mom. I hope you and your team have a great season this year. Get out there and work real hard like you always do. Love you so much. 就是他在琼斯杯也曾经跟着菲律宾的代表队来到台湾这边打球，因为是余崇安的出手勉强了。打板球拨出来，被台铭拿到，在前场有个好机会。周柏勋假动作在篮底下吃掉了胡龙茂。Brickman 想要挑战世东，所以他不断的在观察对方有可能传球的路线，而且脚步有跟上。两位外籍球员再加上一位亚外的话，那这次的包夹其实意识还蛮不错的，不过可惜有一点亏到。我海神这边也要注意到他们的犯规次数哎。贾一帆给到了世东，还有可以再去挑战更高篮球殿堂的机会。国外的这个感恩节的节庆，是有外线投射能力的球员哦，就是说他在禁区里面是可以缴获的，因为毕竟台湾的一个直男的一个联盟，转移到外围三分球的空档出现了，这次也把握住优势之外，他有倒传的能力，世东一对一吃掉库萨斯，目前为止11分。哦，这是前面利用对方超球啊，脚步慢的情况之下来一个扣篮。这次禁区的对抗，世东也打开来了。Coop shot 这个点呢，基本上世东做的策略是正确的。哦，就是说他持球之后呢，不会去用 low post 走右边，是选择走左边的，所以还要碰到帮忙的霍尔。加另一个洋将都可以投进外围。所以在世东一开始的命中率也高，他们的兵员绝对是比台平能队更加的充足哦，开了一下自己的二头肌啊，哎呦，真的 Diamond Stone 今天也还蛮敢投的哦，暂停回来之后，蒋玉安想要硬打一位啊，没有成功，但另外一头反了下来了。世东站上了罚球线 ，Bubcha 是在场上啊，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应对，库萨斯。跟霍尔是目前海神队在场上的两位外籍选手，这一次在篮底下绕了一圈，又是世东拉开距离，这个中距离投进，高难度的出手，拨了一下啊，差一点发生失误。我再来看一次啊，刚刚收球之后，侧步拉开他跟库萨斯之间的空间呢，要防守对手的快攻也是发挥的比较到位，世东。那这也是台啤这个哈校园总经理所表达的，90-79，目前领先的是高雄全家海神队，交给世东，左手逼出美景，自己再补两分拿到，世东翻身要硬从人群里头钻出缝隙，两分球进算，哇，真的是要把剩余的油量、剩余的燃料全部都用上。真的哦，你感觉得出来啊，这个 Diamond Stone 啊，最后这两步还能够做转身，我觉得真的还蛮强的。那最后这两步呢，是没有办法过去的情况之下，是勉强出手。布瑞克曼、库萨斯、仰台平英雄力挽狂澜啊。不过第三节跳出来的本土球员人数有限，但世东说了说着送上来一记三分弹。进攻时间还有最后的6秒，世东面对库萨斯罚球线附近，朱玉宗。米球世东加上李奇伟这次的出手虽然没进，但是跟在后头两罚中一，这一次时间不够了，后场发射结果打到了篮筐，但是没有投进，107-106，在惊涛骇浪当中，高雄全家海神队顺利的出航。